賽站分別就有澳門站、南韓站、中華台北站。這場球就是中國對美國。 當然要留意咧，就係呢幾日嘅直播之中啦嚇。就今日會睇中美之戰啦。咁啊，聽日咧就其實會有巴西對美國，咁啊中國對多米尼加。而即係重點，咁啊好多時澳門站咧，如果有親中國巴西嘅話咧，一定擺喺第三日嘅比賽，亦都係最後咧一場嘅壓軸賽事嘅。 所以大家要留意就係星期。所以佢哋攻投咗咧，就兩次嚇。一人贏一次，咁今日咧就會決定咧邊個贏多場噶啦。冇錯，咁啊而家你現場就介紹緊美國隊嘅陣容，包括咗有2號嘅史葛啦、3號嘅夏利芙，仲有4號就係佢哋嘅隊長兼星球手啦，就係貝哲。仲有咧就係7號嘅保尼，咁10號嘅哥羅福啦，12號嘅麥基芙。佢哋嘅自由人咧就係15號嘅戴維斯嘅。咁啊，中國隊嗰方面啊噃。 中國隊今日第一要留意咧，就係周松雄仲未可以咧就打得嘅呢一站。咁啊，第一貫嘅陣容咧，我哋見到喺香港站嘅表現咧，其實係整體嚟講，成隊波咧嗰個狀態係唔錯嘅。咁你話如果當然有埋周松雄嘅話咧，佢哋講到貼三角就比較穩陣啲。但係現時咧就唯有寄望阿李珊咧就可以即係做得出以往啊周松雄嗰種穩定性，因為啊。 周松雄嗰個位置咧，就李珊又可以頂替到，坐金寧亦都得。咁但係咧就陳祖華教練成日都有呢兩個球員之中嘅唯一一個嚟到去做呢個咧就正選嘅接應二傳位置。不過好彩就係李珊喺香港站個發揮其實相當之好啊，因為佢啲落點咧就係變化比較多啲啦。咁同埋始終咧就係李珊係比較少正選上陣放落去嘅話咧，其他球隊就冇咁熟悉啊。 李珊咧比起坐金寧有一個好處咧，就係個防守會比較好少少啊。好啦，比賽開始啦，白色三球衣嘅美國隊開波先。亦都留意佢呢個拖球手貝治咧，就真係減咗磅噶啦。咁啊喺比賽裏邊咧，見到佢活躍程度咧，比以往即係叫更快。咁 setter 嚟講，如果你話個活動能力快嘅話咧，個着數比以往係高咗嘅。咁但可惜嘅美國隊喺第一周嘅賽事咧，就有啲意外地輸俾多米尼加咧，令佢哋嘅總分有啲影響。 分數方面，中國隊暫時1-0，1分領先嘅。做到防反，有機會進攻。徐雲麗咧就喺快攻上攻啊，作少少嘅虛攻先，因為個波唔係咁啱打，個波仲未死㗎，俾個修正球過嚟，大個位置5到啊，黃一梅度啊。美國隊方面咧就3號球員夏里芙亦都係即係有些少嘅俗語講叫雞肋。 擺佢落去咧，又驚佢防守唔好，但係唔擺佢落去咧，進攻就唔夠個威脅力，因為佢始終都係全隊最高嘅一位球員啊。夏利芙而家仲被罰球啦，分數暫時1-1。不過中國隊咧其實都有少少隱憂嘅，因為香港站嘅時候佢哋嗰一傳咧做得唔係太過好，同埋其實攔網嗰方面咧都係唔係做得太好。佢頭先嗰下證明咗佢哋嗰一傳咧唔係咁到位啊，令到徐雲麗打唔到一個短波嘅。 不過另一樣嘢就徐雲麗同馮坤雖話都叫做夾咗段時間，但你話迅速程度一定冇同阿劉亞男咁好噶啦。所以馮坤比阿徐雲麗啲波咧，亦都即係有時咧係仲係捉緊個點嘅。徐雲麗發球，個波好平，但佢嘅選擇咧係平飛曲墜嘅。呢種開發當然有個危險性就話咧，佢係想貼網過，但係有時出現呢個情況。 美國隊嘅保尼，保尼啊，27歲啊，今年身高1.88米，頭先嘅發球，但唔係話好強力嘅。呢邊啊，防起咗，但可惜咧，後排進攻阿楊浩俾對方睇到路啦。因為唔好忘記喎嚇，而家咧就喺美國隊方面前排中間位嚟試過。咁今日試過亦都一開始咧就打呢個正選就話佢嘅經驗好啊，所以咧佢對住中國隊咁多經驗之下咧，擺佢落嚟咧，希望喺防守上高啊，有少少難忘啊，做多少少嘢。 所以賽前陳中華教練都話有少少擔心，因為而家今次呢一支美國隊嘅陣容裡面咧，就其中4位球員都係雅典奧運嘅陣容。分數咬住啦，3-3嘅，一傳到位嘅，但係個波 set 得麻麻地可以話有些線手，靚波。咁現時你要講打呢個背飛或者話呢個2號位置咧一啲嘅變化波咧，咁啊劉亞男。 係其中一個好嘅人選，咁再加埋咧，李珊其實佢打呢個變化波係得嘅，不過爭在好多時咧，佢個信心就未必咧就話好似係周松咁強嘅啫。馬蘭咧就喺網前做一個撥波，球證吹咗咧就反為美國隊方面咧後排球員咧係作出嘅攔網，咁呢樣嘢呃唔到個主裁判啦。
一合排球員就不可以做呢樣嘢嘅。一傳到快攻又搶，冧住先，咁都有用㗎。總之咧就我係牽制咗你個籃網球員跳起先嘅，咁所以我過到你籃網球員嘅話咧，就容易攞到呢一分㗎啦，即係幾乎有五成以上㗎啦。所以快攻好少話咧，就即係話一定要大力揼釘打落去，唔使一定。咪幾乎。個現時嚟講，如果中國隊即係話往後日子想喺呢一個總成績啊，或者啲國際成績咧，就要有一個穩定嘅演出咧，兩個四號位就好緊要啦。嗱，楊浩經驗啊，即係夠曬數噶啦，冇問題嘅。係爭在黃一梅咧，如果可以快嘅成熟嘅話咧，中國隊個上到去前列嘅位置都會大好多。但可惜啊，呢個仲係佢嘅問題之一，就係個發球亦都係唔穩定嘅。但係香港站嘅時候，其實黃一梅都係一致好評，我覺得佢進步咗好多嘅。係佢其實一路喺度進步緊嘅。咁但係好多時你話你要擔正大旗，即係甚至乎咧，啲人對佢期望係高過話啊對楊浩嘅，即係話希望佢攞分個能力係要高過楊浩，因為本身夠高。由呢個波都有少少塌塌地嘅，不過好在咧就係有些少落倒碗，就變咗咧就對方就有人唔敢唔攞啊。一個小跳式嘅飄忽球，後排進攻，呢個隊盡量希望亦都做多少少立體。個分數亦都係中國隊到八分先啊！唔錯，呢個時間我哋亦都休息一陣先，繼續翻到去澳門綜藝館，咁就係澳門站中國對住美國嘅比賽。咁分數方面咧，中國隊啱啱再攞埋呢一分啊，9-6領先。咁即係同第一個結束暫停嘅時候個三分差距一模一樣啊，一人攞一分。呢波亦都係做一個戰術係做到出嚟嘅，就係從人哋走個後快，跟住咧就打一個前點五嘅波。中國隊喺戰術方面咧係幾豐富嘅，即係好多人中意睇中國女排，亦都係呢個係原因之一嚇。咁反而美國隊咧就起碼兩次係進攻自己嘅失誤，咁呢樣嘢就好傷嘅，因為打直接得分制之下咧，其實有些少係比較緊大家邊個失誤比較少嗰隊。即係正路計，大家一傳個一攻咧，都應該做到波，即係話咧可以攞到分嘅。咁相反，如果話呢啲發球失誤咧，雖然我哋有時都係要怪個發球球員應該要穩陣啲，但係失呢啲分咧，相對嚟講其實唔係咁傷嘅喎。因為你正路計又係對方做一攻做到咧，都係佢哋攞。個反圍就話係自己做一攻失個分就慘啦。中國隊亦都係自己一攻成功之下攞分。咪而家咧就喺呢一個中間位咧，場地依一個好大嘅牽動性嘅。佢一跳咧，起碼引到對方一個球員咧，起碼中間嗰個咧要跟佢跳，因為佢真係有呢一個快攻嘅能力嘅。一傳唔係好到位啦，係夾硬俾啊，咪幾乎嘅，似乎又出界呢個波，慘啊！咪幾乎係有連續兩個進攻，一個後排。佢而家上到前排咧，喺四號位亦都係佢一個失誤。不過當然佢啊啱手打嘅位置咧，反為就係個二號位嘅。因為佢係一個左腰嘅球員啊，話咁快又要叫佢主動暫停啦。我頭先提及過就話，而家直接得分制之下咧，就講求邊個失誤少啲嘅。咁因為咧就如果高手較量之下咧，大家都可以做到好啲嘅戰術咧，一攻都一定攞分，應該一人跑住一人一分上。但如果你嗰下一攻做得唔好啊，俾人做咗防，反成功嘅話咧，就弊家伙啦。嗰度來回係兩分波嚟嘅。如果你一局裏面有兩次俾人做到防反成功嘅話咧，來回變咗就係爭四分。咁如果直接得分就係四分波咧，就好難追嘅。不過都要特別提一提咧，就係中國隊17號嘅徐雲麗啊，因為佢個身高係同阿趙瑞一樣，1.96米啊。咁所以有一段時間就趙瑞啱啱傷嘅時候咧，就真係令到好多即係球迷擔心啊！中國隊真係冇咗個好重要嘅棋子啊！但係就經過呢段期間，大家都見得到啦。有翻趙瑞當然咧係更好。但如果唔係話，而家亦都有咗徐雲麗咧，其實比起舊年，我覺得咧填補到個漏洞咧係填得比較係靚咗好咗嘅。所以揾咗徐雲麗翻嚟其實好大分別，因為之前揾張平嚟代替趙瑞嘅時候咧，都係有少少咧張平未應付到嘅。起碼高度冇啊，徐雲麗冇變咗你中間位個球員咧喺籃網，如果你夠高度嘅話咧爭好遠嘅。張明有時即係蝕底咗呢樣嘢。張明咧就打變化波好，但係咧就籃網一定冇咧徐雲麗咁好嘅。不過今次就係香港站同澳門站都係一樣，張平亦都係受咗傷，係唔能夠上陣。咁其實好嘅，我哋見到咧張明如果有個受傷又好翻之後，咁可以調動個棋子，其實
中國隊變咗多咗。以往中國隊一直咧就係個後備力量唔夠啊。咁如果咁樣慢慢去發掘啲好嘅新人咧，後備力量會強翻。哎呀，曹雲麗亦都係開失波啊！不過幸好係帶住咁多分嚟到開失啊，咁啊冇咁傷啦叫做。呢邊咧就上到嚟前排，亦都有哥羅福保利發球，一傳到位，個人嘅時間差變咗個位置嘅。咁呢樣嘢當然就嗱嗱做係會比阿曹雲麗多啲嘅，咁亦都咧就阿馮坤對佢嘅信心係大啲嘅。前面起跳是假的，跟住走咗後面咧，先真係打一個背飛波。馮坤發球，配置俾個後波。哎呀！咁啊，咪幾乎第一個嘅狀態可以話未入過去。不過當然第一個嘅進攻，佢喺呢個後排打嗰下失波咧，對佢嘅信心影響幾大下嘅。呢個更加想放虛攻，放咗落網。佢就想緊緊搓過、避過曬嗰啲咁嘅攔網手啊！其實佢自己跳嘅時間亦都幾大問題，即係以佢哋嘅水平嚟計咧，好少可以時間上高嘅偏差咁大。啊，再做啦，有後快有，只不過喺前排嘅話，而家佢哋咧亦都個機動性係比較咧係多咗嘅。只不過狀態亦都好似係進步咗添啊，比起佢初初復出翻打嘅時候啊。冇做隊長嗰排係有少少殘咗啲啊！好貼網，咁呢個波咧就話馮坤咧係後排嚟嘅，咪跳起佢一墊波咧就吹佢犯規。美國隊而家係12-15。華裔波開得好靚，好緊底線落嘅，不過好在呢波咧就係贏馮坤啊！個波 set 得好靚，呢個波其實幾辛苦嘅，由呢個三米線 set 翻上嚟咧，俾阿劉亞楠。佢暫時嚟計，如果 set 俾劉亞楠咧，就如果要話喺後邊 set 翻，當然好期望佢可以出翻嚟獻翻個鐵三角嘅比賽成績。咁喺大獎賽正式展開之前咧，就係陳忠和教練都講咗啦，頭嗰兩週嘅比賽就唔會有周蘇紅噶啦，希望第三週睇下周蘇紅可唔可以出翻嚟啦。啊，睇翻條比賽見到咧就係、是。技術暫停的時候都仍然當然是中國隊領先，分數的相差比第一個技術暫停其實差不多，都是一路咧係三分四分之間嚟到爭持緊嘅。咁即係中國隊的優勢仲喺度嘅，只要而家一路嗰個一攻亦都不出現問題的話咧，就呢一局應該都是攞到嘅啦。嗱，呢個一傳球麻麻地，不過好在就係話其實嗰個鐵三角仲好。收線球俾一俾阿楊浩。個楊浩咧就比較弱，嗰方面當然就係佢喺主攻手嚟計，佢高度其實咧就唔算高嘅。咁啊，但係佢個力量好，同埋佢變線能力高咧，所以令到佢嗰個嘅主攻位咧一路都好穩陣。但係對住一啲咧就水平好高嘅球隊，個籃網好咧，其實楊浩都幾容易俾人鉛制，但又封咗一球。你要有一個短波幫佢做一做掩護，佢打個彩虹球咧就好啲啦。籃網嘅時候有人墊網。就劉亞楠夾住阿楊浩攔個網嘅時候咧，係犯咗規，咁啊分數追近咗啦，追到15-16啊！我可惜啊，個波其實係攔起咗嘅，不過有啲心急之下咧，就話嗰個人嗰個平衡力攞得唔好啊，咁應該咧就係嗰個嘅身體係揩到個網頂。雖然講話咧，就係中國隊嘅實力一定係比美國隊高啊，但係其實睇翻以往嘅戰績啦嘛。對上又碰過兩次球，但係咧上一次就係美國隊3-0贏中國喎。所以佢哋嗰兩次碰球其實都幾特別，就係大家都係3-0掃對手嘅。咁啊，而且喺大冠軍杯咧，就當然當時嘅中國隊咧就係更加嗰個嘅陣容不完整啊，同埋咧就係個水平係唔穩定，所以成個大冠軍杯嚟到講，佢哋唔算打得好。咁對美國隊當時輸波亦都即係唔奇怪，但係輸0-3咧就幾令人意外。咁睇下咧，就究竟第三場嘅比拼邊個贏啊？中國隊本來有優勢，但係而家比美國隊其實追近咗好多，而家只係一兩分之差嘅。亦都尤其是咧，就當阿夏里夫如果上到前排嘅話咧，佢喺進攻上嗰個威脅力係突然間係強咗好多嘅，因為中國隊咧就俾佢克制到咧，就嗰個嘅攔網高度啊，俾佢手頂打落嚟嘅會。
然後仲未起到 K 打到一球應棍嘅，全部都係點住先嘅。修正翻過嚟，呢個波只係初到啫。下嚟是高點打，呢樣就係中國隊比較驚佢嘅地方啊！尤其是如果有一個中間快攻嘅掩護咧。咁夏利扶打上嚟仲舒服，而家呢一球已經係有兩個人去攔嘅啦，但係都完全揩唔到個波嘅。再一次咧，一分距離啊，美國隊16-17。場係個快攻假嘅，咁咪掩俾李生打。睇下呢個防反做唔做到啦，亦都係上個快係假嘅。俾阿楊浩星嘅質攞啊，都幾搏下呢個波，幾掹水嘅。咁但係楊浩咧就判斷到，覺得個波會出界，佢係特登唔攞嘅。咁啊，張娜亦都係再 confirm 一次啊。好貼嘅，不過呢個波其實都李生發球破壞咗全嘅啦，都 set 個背飛啊，都幾夠膽啊！你個隊再做，做俾夏利扶。啊！呢個波要賺到，因為一般嚟講，覺得夏利扶個爆炸力唔夠嘅，咁所以呢波其實佢都幾難處理。個波係短，同埋咧好飆，佢要咬完身去左邊打翻嚟右邊嘅斜線，咁所以對佢嚟講其實幾難嘅。美國隊17-18，哎呀！自己破壞咗自己嘅勢添啊！好似即係其實佢呢個發球分攞埋咧個勢喺佢哋嗰邊嘅。不過呢個波都係即係佢幾薄啦，叫話緊緊咧係網頂過唔到佢落咗嚟。呢邊嘅楊浩發球，又係快攻遠俾少偉啦。咪起碼咧就話中間個球員冇埋佢幫手攔網咧，中國隊靠單丁一個嗱，佢完全壓曬，佢反為捉咗咧就以為 set 後波。所以呢樣嘢長遠亦都係即係要喺球賽裏邊咧，就快啲成熟嘅就話咧，要攞啲經驗。因為中間位如果俾人容易呃嘅話，個籃網就麻煩嘅。不過亦都將食罪啊，自己打翻個短波。呢個係屬於一個後快，不過咧仲可以將個速度咧，即係壓波嘅速度加快少少。咁啊，中國隊呢個時間就換入咗五號嘅楚金玲。楚金玲其實可以話一個萬能嘅後備啊，佢可以替代到四號位，可以替代到接應而傳，亦都好多時咧就會某個位置放佢落嚟係開波嘅，因為佢嘅發球都有威脅。咁啊，有一樣嘢就即係都未講完片範嘅就係呢一球，我成日覺得佢嘅自信心係唔夠嘅，楚金玲。啊，呢個係睇性格嘅，因為佢哋之前早兩年嚟香港咧都接觸過佢哋，楚金玲係唔出聲頭耷耷嘅。所以頭先亦都咧就開失咗個波啦嚇，個對手起咗，呢個波其實守得靚嘅，那男已經係做得很好嘅啦，哇有個誤會，好在馮軍都仲 set 到，其實呢波劉亞男就唔應該去到即係爭嘅啦，正如自己褪曬落去準備打快好過，哇搞到馮軍咧就爭少少咧係 miss 咗波嚟升嘅，不過佢咁樣窒一窒都仲可以升個靚波，又真係要讚你，亦都要讚阿黃一梅啊！經驗累積咗落嚟，好似馮軍，佢其實呢一種嘅開發咧，係佢會增加個百分比嘅，啊！但可惜都係會開失嚇，因為佢係想抌前場嘅。美國隊布斯發球，一傳到兩個走動，亞南走後快嘅啦，跟住佢後邊仲有一個喺打交叉嘅，咁結果咧就俾咗劉亞南。如果呢個波，再 set 個高少少俾李珊，一樣係搞掂嘅，因為冇人攔嘅啦。咁所以其實兩個點都有一個好嘅進攻機會。黃一梅又係發球失誤啊！其實今日中國隊都幾多發球失誤先。要換人啊！陳忠華教練。11號嘅李娟就入替咗黃一梅。其實李娟亦都係另一個棋子，佢又可以考慮擺喺呢個四號位啊。咁即係話黃一梅同埋楊浩邊個？如果個狀態真係突然間咧係唔好嘅話咧，李娟可以打佢哋啲位置。但今日見到美國隊嘅防守真係好好，其實啲波啊，只有中國隊做得好好嘅啦，照計食梗嘅都俾佢手起咗，但又防起咗個球，仲過到嚟喎！哇，幾乎攞埋你一分添啊，幫佢出界。咁中國隊要留意啊，因為
美國隊今日整個第一局嚟嘅防守，叫都幾熟中國隊嘅路啊！咁呢個唔知同朗明教練真係有冇一個直接關係啊？不過你講開美國隊，其實救波救得好咧，咁啊上個禮拜佢哋嘅自由人嘅十四號嘅李二喎，仲係救球榜啊排第一添。不過今個禮拜就換咗十五號嘅戴維斯做自由人啊。都有時都幾少嘅自由人，好少換人啊。好啦，一傳啦，稍微飆啲，不過貝茨仲升到啊！一升到嘅話，佢哋嘅四號位咁又有個夏利符咧，其實真係穩陣。夏利符可能今日有一樣咧，就比佢以往更好咧，就係、是、似乎個力量佢加強咗落去，幾明顯添啊！如果係嘅話，對於中國隊嗰個嘅防守啊，更大嘅威脅力啦。一傳到要打多少自己進攻咧個變化啦，救到楊浩打錯咩位啦？都係打手啦，呢個波差少停唔到落去，救起咗俾美國隊。炒底呢個波炒波底，夏里夫炒波底呢波佢仲未改善到啊！就係如果要立定跳冇助跑嘅話咧，佢嘅處理就曳啲啦，打個點完全係唔準嘅，打咗波底嘅。中國隊24-22，喂，雖然話有 set point， 但係唔穩陣嘅。係啊，其實兩分咧就係今日睇到美國隊嗰個嘅發揮咧，有機會追到。咁又是嚟緊咧，就佢哋做一攻先啦嚇。喂，更加咧有個高妹夏利符喺度，佢只要咧好簡單，做個戰術就話中間快攻有上，愛嚟牽制咧中國隊嘅中間籃網球員。咁如果得一個去攔夏利符嘅話咧，正路嚟計係一定攔到嘅，係 high 唔到個波俾佢打落，咁變咗後排防守球員咧，基本上當輸咗個分。咁睇下美國隊做唔做到呢一個嘅一傳先啊！李山發球，一傳到位啊！果然真係啊，掩一掩就俾夏利符打，雖然攔喺後排係接到個波，直直係接住咗啊！大鏡睇翻啦，因為由張蘭一撞到佢咧，就阿劉亞男度咧係夾實咗個波，即係持球嚟嘅。個波嚟得太快，咁啊，中國隊冇曬啦嚇，咁依個暫停叫咗佢，都係等啲球員咧定一定。只要又係同樣地啦，今次對佢做一攻，組織得好嘅話，呢一局都係佢哋嘅。不過咧有一個壓力嘅就話，你組織得唔好嘅話，立即就丟時嘅。亦都咧就。中國隊咧就暫時嚟講啊，無論楊浩定係黃一梅，都唔係話穩陣到咧就可以好超班地咧，就咩嘅四號位嘅主攻嘅位，咩波都俾曬佢哋，可以即係話攞分嘅百分比好高咧，佢兩個都未做得到。一楊浩就俾人睇得好熟路，黃一梅個力量就未夠強，而家就喺楊浩喺前排嘅，俾人攔起咗嘅，轉線啦要，都係打到手邊。夏利夫有著數嘅你，所以又係一個防反成功，令到美國隊咧係可以追成貂蟲。24平手，佢勝在真係個擊球點真係好高好高。個危險性仲喺中國隊度㗎，因為都係要睇個一攻做唔到短波入嚟，好在楊浩今次咧就揀到手邊打啦。一樣個路真係對方睇得好熟嘅，封到實啊！而家楊浩即係佢本身個人唔係好高嘛，所以咧佢啲擊球點又唔可以望佢好高喎，佢只可以話咧，如果有窿罅嘅話咧，佢會打到啲好勁嘅波打落地，唔係嘅話佢要揀手邊，追唔追到啦？要睇救到安全過網，起碼要對方做多次先，但冇辦法，又係俾個高妹，再一次丟上25平手。中國隊今次會唔會如果一傳到嘅話做短波去攞呢一分啊？亦都而家個四號位置咧就調轉咗啦，黃一梅上咗嚟嘅啦。黃一梅同阿楊浩比咧就佢嘅點會高啲，咁所以如果你話萬一需要到修正球嘅黃一梅咧過到對方嘅籃網咧個機會大啲啦。第一個已經做到黃一梅，哇又遮喎！第一個唔打住嘅放個虛攻。今年嚟到嘅睇黃一梅咧放虛攻嘅次數亦都比以往多，即係佢處理呢啲波而家係成熟咗啦。以往好少做虛攻嘅佢，
因為你唔好睇虛功好似係放波，其實虛功係好難做一樣嘢。你要控制到波咧咁柔咁細力過到個籃網，仲要係墜落地，因為你大力個頭冇用嘅，後排起到嘅。中國隊26-25。哇！好在雖然話叫 deuce 緊咧，就每次 deuce 嘅時候咧，就中國隊會做一攻先，所以正常嚟講都係騎你一分，俾個壓力咧就俾個隊嗰邊嘅。咪睇下係咪企位上攻有問題啊？可能會重打添啊！頭先個分即係會和球，因為係錯咗位啊！話中國隊。當然咧，中國隊都要埋去睇睇，只係陳中和或者咧就隊長可以埋去同球證係去傾一傾個位置㗎嚇。咁睇下黃一梅係咪早咗一個位置換咗出嚟打呢個前排啦。咪亦都要咧，就問清楚球證，究竟我哋上次從化到邊個開波？咁呢啲通常咧就即係一般嚟講，都係記錄台方面嘅裁判咧，係會發現呢個問題先嘅，或者係旁證。旁證好多時咧都即係佢哋有權揸佢哋一張嘅出場表啊，話唔可以 check check 嗰個位置嘅。好少我哋喺比賽度真係可以捉到呢樣嘢嘅，都仲要係翻轉頭追翻啊！咪馮君係隊長，所以只係隊長可以埋去咧，同旁證或者球證咧係傾任何嘅問題嘅。其他球員如果你話心機上嚟，或者即係叫話急起上嚟走去講咧，你就會食牌嘅。唔係呢緊要關頭，突然間要停頓一段時間咧，對兩支球隊嚟講都係有影響嘅啦。因為頭先大家已經係叫慶合合入曬局咁樣去打嘅啦，都係做翻俾黃一梅。咁但係慘啦，個防反俾人做成功咗啦，即係一攻喺中國隊度嘅。咁但係咧，黃一梅打唔死對手，對方防起咗之後，又俾夏利弗喺後排攞呢一分。啊！今日夏利弗真係打得比平時好添。冇錯，因為頭先嗰個嘅現場個問題就令到嗰分啊，其實俾咗美國隊啊，26-25之後咧，美國隊再攞埋呢一分27-25咧，就係先贏咗中國隊第一局喎。咁啊，希望唔好影響到咧，就係中國隊球員嘅心情啊。咪希望唔好話維繫住佢哋對上嗰兩次咧碰頭嗰啲戰果，因為而家中國隊落緊0-1局數嘅，希望即係邊度贏都好啊！呢場波咧係會緊湊啲嘅。即係起碼中國隊希望攞翻呢一局先嚇，但係一傳麻麻喎。如果大家一傳麻麻嘅話，當然美國隊會有啲著數，因為佢四號位有個高大球員夏利弗，或者咧就哥羅夫嘅攻擊力都好強嘅。佢呢個波上 set 俾夏利弗打後排咧，又係夏利弗而家好彩，即係我哋叫話好彩啦。咁就因為佢有些少，如果點判斷得唔準嘅話咧，佢有時啲波就係會容易打波底嘅。頭先又出現多一次嘅。不過佢開始多了呢個後排進攻，即係話其實佢對自己的要求或者教練對佢要求咧係高咗嘅。徐雲麗呢個發球咧就打咗落網。咁對徐雲麗嘅影響，希望喺心理上都冇咁大，因為佢試過有一個發球咧就開出呢個底線。而家呢個佢係特登收離開，點知又落咗網？對於佢嚟講，可能話喂我究竟點開好咧，就會有啲猶豫。咪大阿姐啊、劉阿南啊、馮坤呢要做翻啲嘢，即係話希望佢哋打翻啲靚波，提翻你成隊嘅信心。而家要靠啲靚波做翻嚟嘅。美國隊再攞多分添啊，3-1。哥羅夫打呢球波，淨係稱四號位咧，就今日嚟計啊，淨係睇第一局啊，美國隊係優勝啲啊，直情係。咪中國隊就有短波方面，即係話二三號位嘅發揮咧，就比美國隊好。咁呢樣嘢，如果你要繼續做到出嚟咧，就你個一傳一定要咧保持到即係靚嘅百分比先得。馮坤發球，唔夠貼網啊呢個波，所以變咗屎角帶上嚟咧就
要攣住手爭位去打嘅。呢個波背住搏個頭啦，因為你已經開網升咧，照計唔好俾快攻就好啲，仲要俾個後快添。3-3。呢個波球證唔吹咧，就變咗美國隊攞分啦。因為呢個波咧就唯有望咧就話貝治喺 set 波嘅時候有些少持球嘅，但係而家呢樣嘢吹鬆咗，變咗佢一個靚嘅托波添，俾咗快攻。布斯發球，不過今日暫時兩隊都幾多發球失誤。尤其是中國隊嚟嘅，真係第一局算多啲。王一梅一傳就麻麻啦，咁都係呢個都係夏里夫嘅弊病啦。但係佢係勝在真係一傳唔好嘅話咧，佢哋需要委嗰個嘅進攻能力嘅係稱贏嘅中國隊。呢樣嘢就今日中國隊要擔心嘅地方。不過羅福大家都幾值得欣賞同埋留意啊，因為佢身高得1.78米嘅，包揸力好夠啊呢個球。係啊，要靠呢樣嘢啦，中國隊做咗個後交叉，但都未打得死。小梅個隊對中國隊嘅進攻好熟嘅，路數好熟好熟。咁啊，加上佢哋咧就逢係呢啲波拱高少少，嗱，反而佢反而唔應該咧就俾啲彩虹球俾阿夏里夫喎，反而拱高少少，夏里夫攞高點去打，中國隊個籃網就真係好多都掂唔到噶啦。放個虛攻又浪起翻喎，今日防守做得好好啊，美國。一傳到位，後快有搶，演俾四位先係真嘅。呢球波楊浩就起到飄打啦，所以就即係變到大家期望睇到波有啦。有些少劈殺個做法嘅，就轉個直線去打，所以個力量啊增強咗喺度，又唔使話打手邊啊。中國隊仍然都要追分㗎，5-6啊而家。起到㗎個波，俾個修正球。夏里夫自己起，自己打翻，佢打你手頂。有陣時如果你跳嘅時間唔準嘅話咧，就更弊，因為佢高啊嘛，佢摁起嘅話，你跟佢跳嘅話咧，你就跌緊落嚟，佢先至起手噶啦。不過亦都冇計啊！而家落場咗12個鐘，0-0就夏里夫高過曬你哋嘅。哦，打得靚場呢個波。呢個波咧就起得都幾辛苦下嘅，可以話。咁但係馮坤好夠膽推呢個波，咁所以咧，除係打嘅時候，其實個波上升緊，佢壓住個波落去打嘅，咁個速度就會好快。一傳到位，後排打嘅出界，但係施少賢有話有人掂波喎，咁所以呢個波又係屬於美國隊得分啦。咁啊，變咗美國隊領先2分喎，8-6咧就進入第二。其實暫停的時間，美國隊就8-6領先，但是暫停完出來，中國隊已經連追2分，追回8-8。剛才這一分追就是靠這位新人徐雲麗的籃網幫到過去，他的籃網高度是有的，現在若略欠缺就是經驗，怕他成就被人騙走了。快攻有搶，哇，直打下去挺有信心，因為其實維持到有人攔他的，因為快攻如果真係單對單攔，其實都好多機會攔死。不過佢變到線，打咗個啊望又打咗嘅打法。美國隊9-8，一傳靚噶，但係配合嗰時間麻麻地，所以起唔到 Q 打嘅徐雲麗。嗱呢度就打得好應棍嘅，打咗個後波，咁亦都唔算一個好高嘅升波嚟嘅，又係打速度嘅。今日委以重任啊，就布斯一路都係打正選添嘅。夏里夫今次一傳唔到添，馮軍就變咗要打啦。個馮軍打波冇問題嘅，當然救到啊！美國隊今日嗰個防守幾犀利啊！哇，好貼添啊！呢個波升得慘啊！呢個波咧就似乎仲吹埋咧，就黃一梅係墊網添。變咗有些少叫落後咗啦，又落後咗3分啊！中國隊跟住先嘅就係黃一梅，但又俾大斜線守到。今次大力打啦，
但係拍咗少少嘅波底入嚟。好大問題啊！呢一段時間，因為中國隊好多次嘅一攻咧，佢唔成功啊。咁而馮坤咧就覺得呢個波太明顯，佢就好少咁樣埋去球證度投訴。但係呢個波係球證吹嘅話咧，你就投訴極都冇用噶啦。喂，現場啲觀眾梗係噓啦嚇。慢鏡望一望翻啊，咁有啲可能係撞到手頂，但係呢啲冇嘅，主觀判罰，球證睇到有，睇唔到冇嘅。美國隊而家係領先咗5分啊，13-8。咦？亦都少我哋啊！直接咧就係蘇麗娜換啊馮坤。不過可能都有少少驚嘅，話馮坤有少少唔服頭先嗰球波咧，都等佢出嚟定一定先啦。亦都俾個機會就係蘇麗娜。係，亦都頭先嗰幾個波咧，就馮坤都有啲責任啊。雖然一傳亦都唔係幾好，咁啊連續兩幾個一攻做得唔好，咪不如俾蘇麗娜試試下。佢覆著喎，唔使做一攻添啊！對方開失咗。都要止下血啦！美國隊連續攞咗5分嘅頭先，一路都係睇住夏里扶口開波啊，咁所以見到個分係一路上啊。好啦，要睇點樣追，因為其實好難追嘅4分波啊。徐雲麗發球，何為一傳叉燒，咁亦都曬個籠啊！劉亞蘭，因為呢個波啊派咗波餅啊。冇再撞完隻手先打埋個身啊！如果咪直接打落去啊，真係幾痛啊！要扎啦！徐雲麗睇個波開得靚啦，呢個波係平飛曲做嘅開發嚟嘅，個威脅力有，係驚佢開失嘅啫。又破壞多一次，哇！劉亞蘭真係炒味啦，連續出兩球嘅啫。呢個就冇第二一下射得咁硬，不過一樣攞分啊，掂啦。都幾少可能連續兩個一傳都成為叉燒嘅。係咯。令到中國隊又連續攞咗3分啊嚇！咁啊，呢一個徐雲麗發球嘅輪次，但分數距離仍然都係落後緊2分。中國隊，咁羅伯教練都當然立即要停一停，因為咧就頭先提到過啦，好少連續兩個起攻，對方點樣勁都攞開個波，或者點樣飆到啦，你第一球整咗個叉燒可以原諒，但係咧連續兩球，教練多數都唔覺得可以原諒啦，點都要記得叫停，即係你寧願個波撞起。撞高佢唔到呢個嘅網前，咁都唔好叉燒，叉燒你又真係輸個機會大好多嘅。你話唔靚嘅話，都寧願做個修正球啊！繼續都係徐雲麗發球，雖然起得唔靚，但起碼唔係叉燒啊！呢個中國隊做咗個防反啦，劉亞蘭撥咗個快攻啊，唔係食咗落去嘅。有機會，蘇麗娜俾射位有一枚好嘢，嗰一枚又係初出道嗰時候，我哋真係完全唔會見得到。佢有呢啲立定起跳都起到 Q 嘅，當時個爆炸力佢係冇嘅，因為始終當時亦都當然細個啦，個力量未起到嘅。但係而家呢樣嘢進步咗好多，仍然都係徐雲麗開波啊！都唔緊要啊，所以而家呢一分俾美國隊攞翻。但係徐雲麗呢個發球輪次，其實佢哋做咗應有嘅嘢啦，有超標添啊，因為佢攞咗即係算幾多分下嘅。咁最只要再衝多一次就得啦。分數咧，中國隊仍然都係落後緊2分嘅。美國隊保尼發球，一傳到。不過今日佢哋手流啊籃嗰啲變化波真係守得幾好。馬梅自己兜翻入嚟，啊，勝在都係勤力嚇。鍾麗娜自己打。高洛福，哇，太勁！過咗籃網就冇噶啦，因為呢個波嘅力量真係實在太強啦。亦都冇計啊，蘇麗娜封多咗個斜線，所以咧就雖然兩人起跳嘅籃網變咗廢咗啦，因為俾人捉咗直線去打。個判斷好在真係相當準啊，亦都無謂去到作嘅一傳啦，個波夠俾佢出界嘅。宋麗娜發球，試過起跳照打，手起咗啊！呢個波，哇！比較貼網，中唔中呢個波？哇！好關鍵㗎！球證彈弓手啊！可惜話出界。咁啊，結果都係美國隊攞咗呢一分啊，16-13，3分領先緊中國隊。
剛才技術暫停美國隊就有三分的優勢，咁而家咧就係縮窄到得翻兩分啫。係睇中國隊呢個發球分攞唔攞到好嘢，但要追分就一定要衝過發球分嘅。亦都黃一梅剛才嗰分嗰個發球咧，都叫破壞咗對方一傳咧，係起碼做咗個作用先。跟住個防反就咧好打咗 touch out。中國隊而家15-16。靚波啊 ！A 球，仲有個球速好快啊！美國隊嗰邊都反應唔切啊，根本。我一回咧就啱啱初波嘅點咧，佢亦都好嘢，就係佢攞得好高點去到初呢個波，所以佢力量咧佢就未又唔係好勁嘅扣球式喎。但係咧初到嘅波咧就係個角度變咗係向下多嘅，所以威脅力有喺度嘅，仍然開得好嘅。佢話自己做波，後快有搶。雖然難到，但咧就拖咗落嚟，變成一個湯桶。哇！反超前一分添啊，完全係靠黃一梅嘅發球嘅呢幾分。又連攞咗四分啊！中國隊慾緊㗎啦，好慾緊啦！嗱，時間啱啊！我哋有啲咁嘅發揮就得啦。即係總之話，對方如果一傳一做得唔好嘅話咧，就要衝到個球發球分㗎啦。係咩？佢係咁講咩？啊！估都估佢希望有望添啦。不過劉亞蘭方面咧，都即係當然，佢無論講乜都好啦，佢都要做咗咧，係叫帶起隊波其中一個角色。因為咧就馮坤就係當然叫老大姐啦，咁亦都隊長多數咧都係要做呢樣嘢。咁但係如果話馮坤離咗場啦，即係話退入火線嘅話咧，就到阿劉亞蘭或者周松紅咧要做呢樣嘢。周松紅而家又即係暫時未打算啦，咁劉亞蘭必須要做噶啦。雖然平時咧唔係咁多見佢大聲嗌噶。咁頭先都好明顯見到劉亞蘭係更加活躍啦，比平時。繼續都係黃一梅發球，都係開得好嘅。哎呀，呢分就陰功咯！叉燒俾人攔，跟住仲要攔死咗喎！哦，原來唔係攔死添，係自己打落網，咁啊仲陰功。劉亞蘭啊！哇，幾個叉燒都係劉亞蘭食㗎，不過呢一球真係食咗骨啊！17-0，過羅福發球。後排打都係劏咗落嚟㗎，即係其實有個危險性嘅，係即係話美國隊每球波其實佢捉到李峰嘅，不過呢球波兩次都係拖咗落嚟嘅啫。你啱打正咧，就佢嗰個嘅上臂嘅位置，你話你打到佢手腕位咧，就俾罩死嘅。咁見到美國隊就換入咗14號嘅李爾啊，亦都係上個禮拜嘅自由人啊。咁就係佢喺後排右幫嘅手，即係兩個防守好嘅出咗嚟嘅。攔得好，中國隊今日直接由攔網得分咧，其實唔算多啊。不過咧有嘅話咧，好似都有徐雲麗粉喎。雖然呢球波唔係佢掂到嘅，但係佢拍到埋去啊，楊嗰度變咗對方真係冇位打啦。中國隊稍為領先咗19-17。守起咗，有機會做防反。係啦，呢球好難救啦。楊浩今日真係俾人睇得太通嘅呢度，呢個波又係直接攔翻去後場嘅。張拿想個將個波浪起噶啦，落唔到，跟住咧就隊友幫佢做個側品咧，亦都算撞到個波，算好嘢噶啦。不過始終救唔起啊。史國發球，跟住麻麻唯有俾少位，今次打得靚，應該係兩個籃網球中間有窿嘅。咁楊浩好嘢嘅，如果你有窿嘅話，佢又可以大力強發；如果你拍得好實嘅話，佢就打你手邊。即係楊浩休息嘅地方喺呢一度，但係如果對方個籃網直線嗰個封曬咧，佢手邊都冇得打咧，就慘啦，夾硬要打落去。出界嘅呢個波，但係佢一緊張出現咗呢個無劇啦，又攤咗個波底。其實今日一路都讚佢嘅，不過面對住咧徐雲麗啊，個籃網個手個點真係好高。所以有些事係威脅到佢個擊球點咧，就希望做得好啲，咪打失。一傳到位，俾咗貝飛，但反而貝飛個點先得唔係咁高啊，拍咗跳。咁所以楊浩都有啲緊張嘅自己本身。其實今日啲波佢打上嚟唔係咁順暢嘅，都幾多俾人攔到嘅。貝智發球。
連續俾兩個快攻都打到喎。出嚟嗱都好嘢㗎，出嚟咁耐佢都好夠膽做一啲短波嘅。因為有時話後備投手出嚟咧，係驚佢太保守，係驚佢咧就唔夠膽做咧一啲短波咁嘅嘥。呢個發球又係靚嘅，一傳破壞咗，不過又好嘢，佢似夾硬升翻前邊咧，就俾個快攻都食到落去嗰度嘢，又到點喎。咪李義被換出，哥羅福又入翻嚟啦，佢前排。咪頭先個調動咧，就美國隊其實幾著數嘅。李義出埋，即係佢哋後排有兩個防守好好嘅球員喺度，快攻掩到嘅。但係對方亦都拍到埋去啦。黃一梅第二次嘅進攻時候咧，你個籃網球員就有些少叫咧，就拍得埋佢個直線多個頭。咁呢樣嘢咧就係你保離嘅問題啦，就唔關咧二號位球員事啦。中國隊而家23-20，快攻照跳。亦都咧就恰恰中國隊嘅高度啊！雖然劉亞男喺度，但係佢覺得劉亞男嗰個嘅籃網高點咧就唔夠徐雲麗，所以直頭咧就真係打落去。美國隊21-23，後排打個波似好似出界，但係佢咁開心，可能又係一個好球啦。落到底線，中國隊方面又要小心啦，因為又係咧有兩分嘅領先，而家又係俾美國隊咧喺快球分之後衝咗分嘅。哇！只係得一分距離啫，中國隊而家係23-22。不過今日咧就佢哋四號位直接可以得分咧，就而家反而咧就啊黃一梅咧係多少少，咁啊楊浩俾人睇得真係好痛嗰啲路，咁所以好多時佢哋以往慣用就話喺一啲關鍵時刻咧，希望就係話個波到位，快攻多數都係打假嘅，你係做個掩護嘅，即係逼對方一定要跳，掩空咗少少俾四號位打嘅時候咧，就得一個籃。希望嗰四位去做自己嘅，即係應有嘅嘢咧，就係得一個難嘅話，你就要攞分嘅啦。係今日睇呢樣嘢成唔成功到啊？不過如果拉開到直接俾到一傳靚嘅話，俾到劉亞男咧，就佢哋覺得係更穩陣嘅。即係關鍵時刻咧，就呢即係所謂叫經驗好嘅球員咧，就係佢哋嘅本錢嚟嘅。set point 嚟嘅，難到哇！咁就追翻局。即係起碼破咗之前兩場對碰嘅宿命率啦，一定唔會3-0局數啦。冇錯啊嘛，而家仲要係局數係1-1平手先嘛，我哋休息一陣先。第三局嘅比賽啊，雙方運動員咧亦都準備好噶啦嚇。美國隊咧就會先由哈利夫發球。其實頭嗰兩局哇，啲分數都係好接近地咁樣分到勝負㗎。然後先打呢個四位先。但今日佢俾人攔到嘅次數真係多啊！佢要諗計仔，將攔都救得靚。黃一梅後排進攻都俾人攔起咗啊！呢邊又打翻個後排，球隊吹個雞就話夏利扶踩咗條攻擊線。咁當你咁樣起跳打到點靚都係犯規嘅。咪變咗夏利扶咧，就第一局好似發揮比較好啲，第二局有些少叫沉咗少，因為犯規比較多啊。咪而家亦都第三個睇佢嘅美國隊，但美國隊又一個進攻失誤啦。咁啊幾慘啊！如果對美國隊嚟講，咪仲係咁短時間之內出現啊！劉亞男發球。靚波！呢個快攻打好，個人又望住右邊嚟打嘅，靠個手腕同個前臂咧嗰個嘅動作去變呢條線。見到史葛又換翻入嚟啦，
咪上咗前排啊！佢同保利打對角，保利頭先係打兩個靚嘅快攻㗎啦，又睇死角啦，救得好好啊！保利嘅高大球員有時咧就話嗰個嘅防守會冇咁好，佢又做到，但係呢個就頂唔住啦，因為咧中國隊亦都用呢個進攻咧，就係話四號位係走入嚟打個二號波嘅，唔係咁多球隊用個四號位用得咁好嘅，中國隊係其中一隊啊，肯用四號位打一啲短波。一傳靚嘅，保利咧就選擇俾四號位，個波球線都吹咗，就話四次擊球，即係話佢覺得籃網球員係掂唔到嘅中國隊嗰邊，所以咧美國隊一撞翻你個波嘅時候咧就係四次擊球啦。球證咧就係話撞到個網頂嘅啫。分完俾四號位唔得，俾二號位，但係都未有威脅喎。轉一轉，俾阿史國打，史國亦都係點住先嘅啫，打個點咧就唔係好到嘅。不過之前俾阿史國掩護咗好多球啊，佢亦都幾精啊！佢係撥落去啊，徐雲麗個手嘅，咁變咗咧個波實變咗方向，後排就好難守嘅。美國隊而家二比四，布斯發球，哎呀！布斯係代替咗麥基弗出嚟打嘅啊，第一局嘅時候其實麥基弗咧係正選。但係連續真係失咗好多個波，咁跟住到而家都見唔翻佢出嚟打。但如果布斯你自己又失咁多波，又可能又造就翻麥基弗出嚟啊！楊浩都係手風麻麻地啊，發球都係落咗網。馮君麗呢一局當然都仲係正選上陣先嘅，第二局係因為有一段時間發揮冇好咧，保護就送你啦。呢個波救到都算好嘢啦，雖然仲喺出界，都將佢做咗戰術嘅掩護到，俾楊浩打嘅時候咧就近乎於咧係無人攔網嘅，所以後排撞起都算係咁啊。徐雲麗發球，中國隊而家係六比三，都係開得嚟個波，做得好嘅，爭少少啊！後排首波嘅位置。略嫌咧就唔夠厚啊！即係佢哋亦都有啲擔心啊，夏利夫打啲線係會短，但係呢個波就啱啱喺兩個球員中間，所以都有些少叫就一窒先去攞。史國發球，好清脆啊！嗱，難打到個啲貝菲，點解成日威脅咁大咧？就係個波上升緊，仲未升到最高點，佢已經打落去啦。咁所以個嘅球速咧就變咗好快，對方籃網球員其實都未跳曬咧，個波已經打落嚟。個雖然呢球嘅貝菲亦都係幾清脆打落去，但係同籃網又有些少分別嘅。呢個波都係升到高點，有些少跌嘅時候先至打嘅。貝菲。覺得好靚啊！自由人今日咧就美國隊方面咧就用咗戴維斯，其實都唔錯嘅。係啊，不過上個禮拜李爾咁好，我以為啊李爾已經係最好噶啦，估唔到今場波對住中國隊換落嚟嘅戴維斯嘅發揮都係咁好。好少有球隊真係有兩個選擇㗎喺自由人。一傳到後快掩到嘅啦，哎呀呢個波就確係打得曳啲啊！嗰一枚想做埋收腹動作嘅，左手拉咗落嚟做個收腹嘅，即係佢想打個勁波嘅。但係可惜啊，打個點咧就食唔到個手板啊，所以咧個波完全係不受控制係出界。係好，好在多謝啦。靚啊，大貝子，幾用力啊呢球波。不過都好彩啊，佢發失咗呢個波咧，就係令到中國隊八比七領先，近一分咧就進入技術暫停。好少嘅啫，而家一分距離啊。個感覺有啲唔同以往嘅，陳忠和教練成隊波都係不嬲都用開嗰啲，就唔使講咁多嘅。黃一梅發球啦，中國隊而家八比七，一傳就冇咗噶啦，所以咧就中國隊集定馬準備起呢一傳咧，後交叉，哇勁啊呢個波！佢哋做咗好多後交叉噶啦，其實今日咁啊，但係咧就而
以呢個波打得最精髓啊，李珊嚟計喎，因為李珊咧就係同周秀娥比較，當然就話冇咁熟啊，同佢哋個配搭。但係頭先個波打得好靚，好靚。佢啲點又係幾高下嘅，個人唔高，但係個擊球點夠，同埋夠爆炸力。如果再加埋佢唔貪點去打，肯去高去打咧，個殺傷力又好勁。有時啲彈弓人咧，就好多時啲打波點咧，佢會比較矮少少。又係勁喎呢個波，一唔記得球。有好多話今日都少可咁多清脆呢啲波打咗出嚟噶。周松雄都仲係即係熱身區嘅，當然都唔使去噶啦，因為佢啊成場都唔會出嘅。我都希望佢可以早啲康復咧，可以出嚟啊！最快就寄望下個星期啦。個啱啱傷愈復出咧，又未到十足狀態㗎。其實到時又真係十五十六，究竟落唔落去打曬成場好咧咁啊！出手好快呢個波，成個動作個爆炸力好夠啊！尾嗰啲其實有啲球員嘅先天條件已經有，包括咗高爾夫就係呢樣嘢。好夠爆炸力嘅，夏利芙咧就完全唔同味道嘅，夏利芙個人高點高，但係個爆炸力就冇咁犀利嘅。保利，係都輸呢波幾陰功嘅，係由於個一傳唔靚之下咧，根本二傳手做唔到波。咁呢個波就係劉亞男同個張蘭兩個都到位去爭嘅喎。咁但係同樣嗰句啦，寧願爭波就唔好讓波。即係都叫做失過分嘅啦，但係爭波嚟到失咧，唔係咁傷士氣。今次一傳就到啦，點到俾李珊去打，雖然唔係後交叉，但李珊打嘅時候仍然都係得一個人攔網嘅，咪扣翻落去個斜線位啊！個即係個人技術都好夠先做到呢樣。個波升起上嚟有啲唔到位嘅，其實佢有啲猶豫，唔知俾夏利芙打個後排進攻好啊，定俾四號位？但係正路應該俾四號位好啲啊，所以咧 set 到即係唔係好到位之下，高羅福反而打失。試過有跳，跳俾試過，但係手起咗，然後打嘅時候就俾人直情係蟬蓬式咁樣攔咗落嚟。直落嘅呢啲啊，真係冇仇報。然後未落嚟個波都已經係自己嗰邊落咗地添啊！嗱，有啲弊嘅，即係又係輸對方嘅發球分咧，對方仲係開一個直接得分。即係短時間內，中國隊兩次由一傳直接失咗分。美國隊而家12-13，繼續都係布斯發球。快攻未打死住，呢邊背字就俾阿史國，史國咧就一打個背飛咧，打到你觸手出界，咁所以咧有時話順唔順境波咧呢樣嘢都睇得到啊。呢一輪咧係美國順境緊嘅，咁所以中國打個快攻咧，對方攔起，攔起就未死喎。咁佢哋打翻防反咧，又係打翻個短波，中國隊又攔到出界喎。嗱，影響埋呢個一傳又唔到啊，所以有時打個細喎。睇可唔可以上翻嚟啦？有啲救運，又係跌緊落嚟先打嘅，但係好彩對方籃網球又係跌緊落嚟，啱啱哼到個對方嘅手邊啊！咁高嘅球員呢就著數噶啦，打快攻嘅時候，佢又跌緊落嚟，但係佢都仲係話喺個網頂個位置嚟到打你嘅。哎呀！楊浩又發球落網，送咗分俾對手啦，14-0。哥羅夫就落咗嚟，咁即係話高妹就上咗去啦。馬里夫呢個波其實佢亦都攔起咗嘅，不過後排咧就唔可以防翻起第二下啫。不過最近變咗方向。最近呢兩分都係靠阿徐雲麗攞分啊。不過呢個新人係真係勝在咧，佢俾大家睇得到，佢今年一出嚟打嘅時候咧。
你唔覺佢怯場嘅，新人好難得嘅呢樣嘢啊！即係始終即係第一次代表國家隊，佢自己國內嘅比賽個邀請賽，佢已經有呢個本色出咗嚟。係啊，咁啊呢個時間就換阿楚金玲入去代替佢發球喎。因為淨係計怯唔怯場，我反而覺得楚金玲咧就輸蝕啲俾阿徐麗添嘅。不過好在佢亦都開個靚波，所以佢亦都攔網直接得分。16-14，領先兩分進入技術暫停。我哋唞唞先啦，轉頭翻嚟繼續，繼續翻到澳門綜藝館嘅現場啦。咁啊，技術暫停之後，中國隊啱啱攞咗呢一分，分數方面咧，暫時中國隊係17-15啊。咁就一人一分，咁啊，技術暫停之後咧，就仲係兩分相差嘅。呢個波浪起咗，有機會打防反，機會仲喺中國隊度，俾阿黃一梅轉先，啊，仲要打射線喎。幾夠膽啊！呢個波，不過今日好有信心去起跳黃一梅。雖然有一個波就話佢頭先咧就係想大力打，但咧就食唔應個波咧出界得好緊要嘅，但係冇影響到佢嘅信心啊！咁啊，覺得幾有潛質去取代啊楊浩嘅位置啊，因為始終楊浩咧就係即係已經26歲咧，相對比起黃一梅就黃一梅大把世界啊！黃一梅只係佢自己嘅正選位咧就穩陣㗎啦。係爭在，如果楊浩真係譬如有啲得嘅話咧，係望李娟啊，真係上到嚟嘅。咁到時咧就睇睇到個局面就係話，黃一梅同李娟啊打對角嘅正選主攻手啦。不過淨係呢一場嚟到計，都覺得楊浩開始比好多咧外隊咧係即係捉得佢好熟嗰啲路數。反而對黃一梅佢哋未必咁熟，因為黃一梅起碼佢自己個打法咧，今年同舊年都有啲改變啊。佢都未定型住嘅，所以你對於佢咧一定唔會太熟悉佢。不過可能黃一梅嗰個嘅，佢將來如果打一啲變化波，即係走入去、cut 入去打啲二號波啊、快攻嘅側邊去到起手啊，佢個威力仲大。不過暫時咧，佢未做到住，因為佢個爆炸力都係未夠嘅，所以少啲見啊。但係後排進攻啊，佢開始係做多咗嘅。大把機會啊！今年18歲嘅黃一梅。淨係開波，今日都已經即係加曬功課嘅，好多球波破壞咗對方傳嘅啦。後排進攻嚟啦，即刻雖然攔到，但係機會中喺中國隊度。楊浩打高爾夫亦都手起咗，但可惜再俾翻高爾夫，呢個好呢個波搓得唔好。不過亦都好多時候我哋打波咧就話，啱啱起完波嗰個咧就 set 打好少話直接俾咁快俾翻嘅，因為佢個預備。係冇其他球員咧，係咁多啊嘛嘅時間。咁美國隊呢邊咧就布斯咧就係換翻走啦，咁啊麥基弗入翻嚟啊，12號嘅球員。麥基弗要爭氣啲喎，因為而家係前排咧係換翻你出嚟啊。咪起碼叫換一換人真係又窒咗啦，換一換到氣嘅。呢個波叫開落網中間位置落網，真係幾曳下嘅佢。美國隊而家17-20。卡里夫發球，經驗真係好。呢個波其實直接打落去嘅威脅就冇噶啦，有人攔曬啲位置。佢仲要側身，好似美女梳頭咁撥去自己後邊。又係要馮坤同佢先配合到，可能宋麗娜就未必可以做到呢波。係，佢兩個真係熟到不得了，可以話。即係現今嚟到計啊，咁多對稱埋，我哋覺得馮坤同阿劉亞楠嗰啲短波咧係即係 number one 嘅，可以話第一環。前面三個籃網㗎啦，已經咁，但係又係跌緊落嚟咧，個籃網球先撞到個波，有些少咧就係打穿咗李珊兩手中間，但係唔緊要，即係其實你籃網個位置係啱曬㗎啦，唔係明顯有分別啊！除咗雖然你個波都係攞分，但係佢食嗰波咧冇阿劉亞楠咁硬嘅。個波亦都係跌緊落嚟先打，就唔係上升緊嗰下打到嘅。今日幾乎呢下波咧就撥到個觸手出界，但係真正今日喺呢個強攻之下攞翻佢啊，即係少啲啊，因為第一局好快又俾人換走咗啦。其實左腰有個著數嘅。真正進攻手嚟計，
防到未死噶，防得靚添噶。第一刀撞起，防反功夫做到啦。啊，精彩！呢一分大家都防得好。哎呀，咁樣輸就慘啦！即係人哋真係強攻做戰術之下咧，就打唔死喎。但呢下就咁拖拖搓搓咧，呢下波就徐雲麗個經驗唔夠啊。真正嚟講，佢攞亦都係可以，即係佢唔攞反而咧就有其他隊友幫佢攞咗呢個波。李山嚟緊㗎。係啊，佢要攞嘅話都得，但你要將個波係撞起，就唔係撞邊嘅。佢又有啲心急咗啦。不過都係趁住呢啲機會要吸取經驗，你唔錯過就唔知錯。不過電波嗰陣之間咧，佢亦都即係冇得諗㗎啦，覺得自己可以攞咁佢去埋。咁當然啦，就你話誒，佢唔去攞個好處喺邊度咧？就係快攻手，你多啲時間準備去立即做呢一個快攻。呢個波就算你攞到都好啦，你根本上唔到個快。啊，即管睇睇咧，就佢呢個經驗幾時可以幫佢快快成熟啊？仲係。急俾翻信心佢喎，這都係進攻嘅 set 俾佢打嘅，其實咁樣爭好遠嘅。個球員啱啱失過一次波，而即刻可以打個進攻去攞分咧，可以忘記曬犯錯嗰樣嘢噶啦。如果你話耐唔到咁耐，到而家為止都未有機會咧，俾佢攞翻分咧，佢係記住自己嘅失誤，守得靚，哎呀，真可惜，即係硬係應該輸嗰下佢就撞起咗，守起咗。照計咧就冇問題，嗰下咧就失咗分。李山手起咗嘅，佢拍緊手添啊，佢提緊個波戰起咗噶啦。個個都係想攞，又唔敢攞，唔知邊個攞，結果冇人攞。第一下未補到輸咗，對方仲係進攻緊。張拿手起，黃一梅今日信心你係十足噶啦，都起到棍啊！佢嗱守得靚，再俾黃一梅。啊，今日黃一梅嘅上位段比楊浩真係仲要好。個信心就即係你淨可以睇得到佢個打波成個動作好順暢，冇話就住就住，即係話佢今日對自己咧好有信心。又嚟呢一招啦，放個李爾出嚟打多個後排好嘅。其實高羅福都唔曳嘅，不過當然你話打開自由人嘅李爾就更好啦。個人時間差嚟嘅，呢個波亦都即係美國隊又多咗啲戰術嘅啦。呢波咧就多數亞洲球隊又多，歐美球隊好少見嘅，因為佢哋夠高度就唔肯去做呢樣嘢。但係視覺頭先自己做咗個啦，第一下摁嗰點係假嘅。嗱，藍亦都係假嘅，後排先係真。楊浩打呢個後排咧，就個力量佢維持到係好㗎嚇。咪雖然話前排威脅力今日好似唔係好夠啊。咁好清脆咁攞埋呢一分，25-22啊，中國隊再贏多局，暫時2-1領先緊未。咁啊，聽日同後日除咗繼續有排球之外咧，咁喺星期日咧，世界籃球錦標賽咧進入16強嘅賽事啦。咁啊，係美國對澳洲就會中午12點正為大家直播。咁另外中國隊咧，亦都喺尋日咧就係。臨尾嘅一個三分波，令到佢哋能夠進身16強啊！對住希臘嘅，晚上7點會為大家直播，大家留意啊！啊，絕對又係要捧場啊！咁啊，排球方面當然啦，澳門站中國隊咁多場比賽，我哋俾曬大家睇噶。咁先睇第一場咧，對住美國隊已經打得咁慘啦，咁啊，打可唔可以維持到而家2-1個優勢啊？咁啊，詹姆斯，你今晚就大讚啊，黃一梅啦。其實佢上個禮拜嗰個技術統計方面咧，全部都係。超越曬啊！楊浩啊，可以話係咁啊，最佳發球方面啊排喺第二啊，咁啊另外咧就得分亦都係排喺第七嘅，咁啊係12支球隊夾埋喎，咁啊扣球亦都喺第十名。呢個經過一周之後咧，就真係球員都真係叫有個成績表出咗嚟啊！冇錯。不過每個禮拜每一周賽事之後咧，都有呢啲統計，大家可以比較一下嘅。好啦，睇睇呢局波嘅比較啦嚇，咁睇第三局明顯咧就係中國隊個。犯錯方面同美國隊大家其實都有，不過佢就冇咁多。美國隊咧就叫個包袱放低佢啦嚇，雖然話落緊1-2局數，本輸去打好過啦。
尤其是夏里芙咧，喺第三局個光芒就真係冇第一局咁好嘅。啊！呢個時間咧就松利娜咧又入替咗馮坤啊。史國發球，美國隊領先緊3-0。第一出嚟又夠膽做波啦！啊，蘇麗娜呢樣嘢亦都係要讚一讚佢嘅後備球手嚟㗎，喺托球之中。但係當然佢哋平時練波都多，不過咧就你話真正落到啲咁重要嘅比賽咧，一落嚟又夠膽射一個咧就變化波啦。劉亞楠發球失誤。其實劉亞楠都喺發球上高唔係咁多時出現咁多失誤，今日係多咗啲添。中國隊係有啲令人擔心喎，呢一局開出嚟麻麻地啫喎，個勢要俾美國隊騎住咗啊！美國隊5-1啦，所以要咁快就即刻叫佢暫停啊！呢條波又係送俾對手食嘅，一開局落後4分，唔到嗰個第一個技術暫停啦，陳忠和教練都要停一停先。現場球迷都不停叫加油噶啦，因為始終屬於咧就中國隊喺澳門站嘅第一場比賽啊，咁啊入場球迷當然啊希望見到旗已開得勝嘅局面。哎呀，貝治亦都發球失誤，令到中國隊而家係2-5。李珊發球。一傳到噶，亦都染到俾阿麥基芙去打，麥基芙呢一局亦都打正選啫嘛。今日楊浩放呢啲虛攻，直接得到分唔多，呢個係其中一個啊。不過成個動作佢做曬係殺波嘅，所以後排球員咧集曬喺後邊咧，就亦都唔怪得佢哋撲唔到上嚟啊，因為呃曬。呢個一傳麻麻地啦，但係佢哋有一個高妹喺度。呢個波如果撞咗埋去網，有權係撞翻出嚟再做嘅中國隊，可惜一揩到網咧直落，救起咗噶啦算。呢個波稍微叫做一傳矮啲，做唔到，再嚟過，咪虛攻攞分，但係可惜咧咁樣俾人攔死，因為主攻手嚟計咧，佢哋幾介意直接俾對方攔死而得分。如果一個裏面出現咧，就唔使多嘅。你出現得兩三球嘅話，唔係教練換走你咧，你自己都冇信心繼續強購。即刻錯住打啦，唔夠打你 EQ。咁啊氣勢就輸噶啦，因為你主攻手基本上一唔靚我波俾你嘅，但如果你唔夠打你 EQ 打嘅話咧。訪問做得多可能，幾斤啲心靈過嚟啊！不過問下佢頭先嗰幾球咧，我覺得保離幾 fit 啊，因為係佢攔死啊楊浩嘅波啊，咁啊拉屎頭先第八分都係佢攞啊。第二、第三局好似冇咁好咧，但係佢嘅冇咁好，其實就係幾正路嘅，即係佢不嬲咧都唔係話太過寄望佢主要得分，雖然佢嘅人係高，咁但係咧佢如果某一局打得好嘅話咧，美國隊叫做咧就有 bonus 嘅，有個著數喺度嘅。中國隊咧，11號嘅李娟就入替咗3號嘅楊浩啊。呢樣嘢而家嚟都唔算太遲，因為其實幾早階段第二、第三局咧可以試呢樣嘢嘅。因為嗰陣時啊，楊浩已經俾人個感覺咧，就係對方睇得好通嘅。咁不如放佢出嚟，放個李娟出嚟，等對方唔係咁通透咧，佢嗰種嘅打法。李娟發球。佢打前排有冇機會見到李娟去打啦嚇？冇多時就。過一個輪次去到前排，可能又俾翻咧楊浩出嚟嘅。不過李娟又有少傷啊，自己發球失誤。美國隊而家領先9-4，保利發球。有少少跌緊落嚟打，但係唔緊要啊，打到波頂啊，所以個線度變咗好短，對方都估唔到，所以集嗰個球員咧就其實。已經向後褪緊啦，反而個波喺前邊啦，因為覺得佢唔啱位打啊。現場啲觀眾當佢一開已經嗌停咗個波，因為咧係幾明顯會落網嘅。
又開得比較差的一球啊！連續兩個輪次咧，就係中國隊都係發球失誤啊！先係李娟，跟住徐雲麗。係啊，最差徐雲麗，好多人寄望佢追分㗎嘛。係啊，因為佢有一個係靠佢嘅。唔夠高啊！呢個波。係，佢逼咗阿羅亞蘭起手嘅呢個波，蘇麗娜俾得稍微飆咗少少，所以再唔打個波出，即係出標誌框外嘅啦。嗱，獨打嘅呢個波要。美國隊而家11-5，麥基乎發球，又係一傳唔到嘅。呢個一傳到，做個假聲添，所以個效果仲好嘅。蘇麗娜升波嘅時候咧，就做咗個假動作先嘅，跟住真正俾係俾後波，個動作似係升前嘅。蘇麗娜發球。哇！又有少少誤會啊，俾個隊，不過好在波控得翻去中國隊度。但有少少亂之後，籃網方面就俾黃一梅咧，亦都恰恰啊，抵少少嘅背字。咁大家個主動暫停都好快要用啊！咁所以逢係遇到啲問題咧，就教練都趁機會啊，即係叫提一提翻佢啦。亦都等佢哋自己隊友之間咧，就作少少互相嘅交代，即係話點解頭先個球會升到咁樣樣嘅咧嚇？宋麗娜繼續發球啦！高羅福咧就呢個波亦都選擇個點咧，佢就打下流啊籃，反而打中間位嗰個，因為可能幫埋個時間慢咗少少啊，咁所以咧就同二位球員個罅比較大啲啊。哇！佢走動變得好緊要啊！咁但係對方守起咗，再嚟多一下，咁啊變咗捉手出界。但係喺之前嗰球，羅亞蘭直情咧就兩個點係第一下暗咧，就從第二下真正起跳嗰度咧相差都幾大，我嚟呃對手，但係打唔到落去啊！可惜地咧就係話出唔到手。黃一梅。有啲可惜啊！兩個寄望喺發球分可以衝到個發球球員咧，都俾佢錯失咗機會。不過呢個黃一梅個發球就係揩到網而出界啫。頭先徐雲麗嗰又開失咗。視覺後交叉，咪亦都咧就都幾夠膽攞條邊線咁滯啊，去到落手啊！咁但係個線度好短啊，所以咧就高羅福集咗位都起唔到啦。咁李山似乎越打越順啊，呢個後交叉，保嚟都真係順。第一個未見到有咁嘅效果嘅，明顯地喺第三個多咗，到而家為止都係維持翻佢嗰個背飛咧，好有威脅嘅，即係比起啊史哥好似更有威脅添啊！長兩又假嘅，見啦李山手上做多少少變化俾佢打。李山真係帶有啲驚喜啲嚟啊！變咗而家李娟上咗嚟睇，又有冇驚喜啊？少位個就係李娟啦，即刻俾打第一個進攻。第二下秒梳頭做個陰波先。哎 ，set 得靚嘅呢個美國隊喺防守之中啦，仲可以撥到個波咁到位啊！咪俾到咧就夏利扶去發揮，亦都係兩個籃網噶啦，都俾佢打到手頂啊！咁所以劉亞男咧就個波又突然間變咗方向咧，好難防得起。但李娟打咗一個進攻之後，又換翻啊楊浩出嚟啦。馮坤亦都換翻入嚟入替啊，孫美娜。夏利扶發球，美國隊15-10。一出嚟哇，馮坤啊，想陰下先，陰唔到喎，陰唔到唯有識啦，俾少位，但又唔到位，單腳起跳添喎，睇樣，個機會波又俾人救起咗，來回幾多下㗎呢一個波，
咪幾乎都唔係好夠膽起跳。睇一樣好啦。哇！呢一分來回咗好多次，但係反為最終咧，讓號係俾人攔死嘅。冇錯，美國隊16-10領先，進入技術暫停，我哋都休息。咁喺技術暫停之後咧，美國隊已經再連攞多兩分啊，18-10啊，而家係。咪好似有些少咧，就即係大勢已去啊！係連續幾個進攻係失分喎，包括呢一個係打到落去嘅，不過出咗界，之前個又係喎。咁都算分得幾散下㗎啦，喺個升波之中。咁但係咧就個別球員即係輪流有個打失波出現啫。但係呢個就冇問題啦，讓佢變咗個直線去打嘅。攞完分就落後排開波，讓好個發球都可以搶到啲發球分嘅。機會嚟啦，場內有上，但俾黃一梅射就哇，打個三米落嘅。就以往見佢打三米落嘅波真係唔多，都要好夠嗰手腕力先做得到呢樣嘢嘅。明顯地黃一梅個扣球動作咧，嗰個嘅方呼嘅動作改咗啲嘅，即係個左手幫一幫個收腹嘅。又係個快攻掩一掩，得翻個馮坤去到攔對方射位就難啲啦。大把四尾嘅哥羅峰去揀啊！咁所以呢樣嘢都仲係啊，徐麗要去進步嘅地方啊！太容易即係完全呃曬佢，翻唔到去幫添啊！即係唔好話跳嘅時間咧就唔夠好，直情去唔到幫手。保利發球出界，不過分數咧，中國隊仍然都係落後咗六分嘅，13-19。有寄望啦，徐麗個發球輪次啦。起碼希望衝兩分啦！哎呀，點解會咁噶？呢樣真係尤其是之前嗰發球輪次，其實已經有個教訓嘅。但係自己嘅擊球點有邊度攞得唔好，或者個動作有咩唔好咧？其實海作嘅修正，哇！硬係第二個發球輪次又係咁啊！麥基富發球，呢個波亦都大家去睇得到咧，就嗱嗱多咗一範波係用多咗嘅戰術嘅，就係個人咧，因為佢打後個背飛咧係幾多下，呢個波又係佢走一個背飛動作嘅，但係其實佢跟住跳嘅時候喺前咧快嘅位置去起跳，咁但係雖然呢個波唔係俾佢啊，但係見到佢係起碼做咗幾次嘅，救到，再俾機會咧就俾個隊去做啦，哇！但係第二個波打得靚啊，試過。避咗籃網球員嘅手，變咗咧就係喺黃一梅個左手邊空位嗰度落嘅，即係黃一梅個左手同埋嗰個標誌杆咧係一個比較大嘅罅啦。呢個就係一貫，佢走個後波，而家就話佢多咗用咧，就係走好似走後波，但係跟住咧就係轉翻去前邊打，咁所以個變化咧，由阿南亦都越嚟越多啊！見到美國隊亦都係李爾咧，就入嚟幫手做防守。中國隊黃一梅發球，又真係奇怪，連做兩個寄望嘅衝發球翻嘅球員，都係立即第一個就開失咗啦，又係同一個雷霆開失啊！黃一梅又連做兩次都係出界嘅，而徐雲麗兩個都係落網嘅，佢一定要做好啲啊！已經有。即係你要追分數嘅時候咧，就更加要小心呢啲嘅犯錯。到到啦，安全過到網，籃網方面睇下做啲咩嘢啦。兩個攔到，好嘢！但個波應該係四下啦，再掂盤。由個防守攞到呢一分嘅就係個籃網啊！希望即係是打一個發球輪次，要衝過一次分數啊，先有一個一線生機嘅。對方已經到22，呢個時候再唔衝冇梗嘅。哎呀，又有啲喎。夏利夫已經唔啱打，同埋佢今日真係去打個波，強救咧個信心唔大。但係你話要佢放呢許工，佢做得多，呢個仲要立埋網添。
默默肌乎方面咧就佢今日冇啦，總之唔失波，佢話交咗功課噶啦，打靚波今日真係冇乜。後交叉，今日李差打得多啊！呢個變化波真係明顯地喺呢一局特別多添啊！但係都仲係好危險啊！中國隊得十七分，美國隊已經廿三分。靚波維持到有啦，就係嗰句啦。發球分裏邊硬係所寄望去破壞對方咧，一傳嗰啲做唔到。睇蔡金玲點啊？換入嚟發球啊，爭爭氣氣啊！佢穩定性唔夠，但係個力量有嘅。好，送咗美國隊去 set point 啦，二十四比十七。不過淨係呢一局開波送嘅分數，真係都起碼有五分。即係唔係話唔容許失，但係有時啲波失得太過分啦。睇個波亦都即係幾乎開咗落個網底度。上翻前排咧，哥羅夫入翻嚟啦，李爾就換翻走，哈利夫發球，一傳冇埋啦，勉強追咗一分，但係要頂咁多個 set point 真係好難頂啊！不過佢哋嗰個心情會唔會都已經係準備打第五局㗎啦？都要嘅，陳忠和教練更加要諗定第五局點打。不過佢落咧就照計都係落翻第一局嗰啲正選先嘅啦。快攻有跳，起到哥羅夫係咪你埋齋？唔係，佢亦都算打比較差一球喎。個波唔係俾人攔死，係自己打咗落。佢個即係叫網肚嗰度嘅，都唔係咧就個網頂嘅。今次俾阿哈利夫，哈利夫又打出界，送咗兩分嘅喎。佢當然都仲有好多個 set point， 但係唔等啦，黃碧教練。反為如果佢真係個 set point 佢攞咧，對佢嘅信心咧就建立會比較多嘅。呢個一場好靚嘅，啊真係俾佢搞掂嘅。真係要打第五局添啊！美國隊二十五比二十咧，就喺第四局咧再贏翻一局啊！咁即係話雙方暫時二比二局數平手。咁啊，轉頭翻。不過佢哋仲有一個問題都要解決，就係第四局係好明顯好多嘅，就係發球失誤。就我哋寄望嗰啲啊，開波頭先可以追到分嗰啲咧，都兩個輪次都一分攞唔到，仲係直接失咗。唔關自己隊友事，係自己失咗。真係慘啊！第五局的比賽將會是打十五分的美國隊先發球。十五分嚟講，個頭仲緊要啊！即係話個開局。好快啊！有個好開始啊，係進攻得分啊，唔係靠對手。如果今日都即係下下都幾多佢攞分咧，係靠個變線變直線咧去得，因為個斜線俾人封曬㗎啦。佢打親幾乎都有兩個去埋，但係攔佢冇。起到㗎，啊唔好再嚟呢啲，呢真係又係好傷嘅。係後排起咗，跟住咧就 setter 同進攻球員知邊個去攞好而失咗。但係呢個波亦都咧就馮坤未上到嚟嘅，係馮坤、李珊同埋徐雲麗之間落咗嚟個波。咁呢個波咧就李珊其實要攞咧個成數係大啲。後排打啦。我幾乎仲係未敢起 Q 住㗎，錯住先。正路都唔俾啊，咪幾乎仲係俾哈利虎啲，因為佢啊夠膽啲起手啲嘅今日，亦都攞個長線。打得靚，起得靚喎！好在麥基乎今日唔夠信心，都係搓住先，啲波易起啲。嗱，做好啲攻勢啦！呢個波一傳靚嘅話，有短波做，但都係掩比啊，楊浩達，但又唔同啲慘。呢個波出咗界啊！以為楊浩做到嘅呢個波，
使個地道個波啊，揩唔到啊！嗱，呢波又好傷。頭先講嘅嘢就係呢啲啦，就係做到而喺進攻上攻失咗。所以而家換一換咧，啊，蔡君龍上嚟都啱嘅，因為楊浩直情喺自己成個進攻係快攻波掩埋，而佢打失，等佢定一定都好嘅出嚟。李生又做咗變化波啦。其實楚金寧出嚟咧，進攻嘅問題不大嘅，只不過咧佢同李生個比較就係佢個防守冇李生好，所以有時選擇代替周蘇紅咧，就揾阿李生多過揾佢嘅。守得靚啦！但係出嚟第一個嘅進攻，如果咁樣俾人攔死咧，楚金寧又係起唔到嘅，佢都幾靠第一球嘅人。跳嘅時間早咗好多，咁呢個咧就係佢緊張，有啲急於去打呢個波。都焗住要再俾阿楚金玲噶啦，冇再跑只係打，幾乎俾人攔死啊！嗱，呢波亦都打得睇得到咧，就係對於阿楚金玲，佢哋啲球員個信心都係唔大嘅。頭先俾佢啲波都係冇辦法諗，真係俾佢呢個波係夾硬咬過去，升比阿馮坤去到打嘅。所以見到佢出嚟作用唔大咧，又俾翻阿楊浩入翻去啊！即係佢出嚟，如果第一個波並排打到落去，又唔同啲啊。係啊，第二次再俾佢，又係俾人攔翻落嚟。哇！調轉啊，幾乎～是第一分可以係起 Q 打落去係攞分嘅，即係強攻嚟嘅呢個係，就係頭先話第四局尾佢埋到齋咧，對佢信心建立係比較快嘅，即係本來佢同阿夏利芙兩個都係得分嘅重要人物啊，好嘢！其實呢個波亦都唔易打嘅，個波已經跌得比較低。佢基本上好似推個波嚟打咁嘅，就唔係打落去嘅。但係佢係揀個手嚟到推啦。開波開好啲啊，真係要。已經攞高少少去開，頭先佢兩球都落網咧，佢就唔夠膽開個波中間位，即係話唔敢用啲平飛曲序，係真係開高啲。哇！點知高就出界。美國隊而家6-4，保利發球，好球！我覺得今晚咧就好夠膽打波，決心好大下喺今場波嚟睇，因為每個球員咧就每場波有時個表現有啲飄忽嘅，嗰場波嘅節奏一大嘅話，打出嚟啲波就完全唔同嘅，一傳其實麻麻地啊。都係夾硬識俾阿麥基芙嘅啫，未死㗎，唔好慶祝住。但係踩界，哇，有啲險啊！幾乎俾對手做到一個反擊㗎啦。不過麥基芙，阿夏利芙又再次犯呢個毛病喎。後排最高球員其實點都要望一望條攻擊線嚟到起跳，佢咁樣嘥咗自己隊友幫佢做個後排進攻。出界呢個波，咁咪慘啊！咪幾乎心裏邊諗，我究竟打唔打好咧？而家真係又開始好似唔順手啦。中國隊連續攞咗三分啊，7-6而家。亦都咧就喺呢段時間咧，中國隊係追上去而爬頭嘅。又聽到咧就林教練都即係用英文咧同啲球員講，咁亦都即係要佢哋喺 cover 方面咧就。個保護係要做得好啲，因為好多時咧就高手較量就唔係真係鬥打呢個進攻嘅，係進攻嘅時候你仲要諗埋個波如果攔到落嚟，我個防守個保護點樣去做咧？點樣去做翻第二重嘅進攻咧？相差只係一分嘅啫，好高點打呢個睇個動作咁有爆炸力就係阿哥羅福嚟嘅。只個演俾佢嘅，咁哥羅福所以打嘅時候，其實亦都係只係得一個難嘅啫。麥基芙，
仍然都係嗱，南國貝飛係比較快，所以好多時嗰啲貝飛基本上係一個後快嚟。咁啊，喺第五局決勝局咧打到八分咧，就會交換長區嘅雙方。咁交換咗長區之後，要跟翻頭先個位置嚟到企嘅喎，就唔係開局嘅時候啦。咁所以咧就旁正都要對一對位先開始比賽啊。分數距離好接近啦，中國隊8-7。同一枚發球，但係起跳嘅時候已經吹咗雞喎，點解咧？呢個波即係波係炒波底係出界噶啦，但係咧就佢都未進攻，旁正吹咗雞喎，呢個波係錯位喎，又係嚟。但吹低嘅時間又怪啲喎。今日第二次有呢啲嘅問題出現啊，喺呢一場波。哦，點講啊？美國隊又追咗分啦。8-8。哦，個勢識得輸啊！即係好似無端百事冇咗分咁啊！驚魂未定咁，又俾人攔死咗球啦。咁點都要叫停噶啦。係啊。因為啲球員嚟講，其實都幾無奈同埋好亂啊！當時都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就無端端俾人攞咗分。心理上高好舒適嘅，因為明明就哥羅夫係打咗波底咧，個波係炒咗出界嘅，咁所以咧就明顯佢哋正即係其實慶祝緊個分嘅啦。咁但係球證嘅反圍咧就當一打嘅時候就吹雞，咁就話佢哋已經錯咗位。咁就算如果你錯咗位嘅話，就係開波嘅剎那就已經吹咗啦。咁啊，頭先第一局嘅時候又係有類似嘅情況，咁啊，結果美國隊就27-25啊贏咗中國隊。咁啊，希望呢一局決勝局唔會啊。做個後排進攻，哇！今日都真係幾側重於啊黃一鳴嘅。咪即刻要做個換人。美國隊又換啊！你入嚟代替咗哥羅夫咧，就係希望做好啲個防守咯。咁啊，不停咧就有兩個啊，就話李爾同埋戴維斯兩個喺度嘅機會幾多噶嘛？要前身個後波，試過哇！直情又係去到盡咁樣，佢都冇乜留手打落去咧，係楊浩嘅手邊嘅，即係完全靠話力量噶啦！我呢球係美國隊稍為領先緊，10-9。史國發球，好貼網，但都做到，仲係做俾阿徐雲麗打嘅添。因為如果慢慢睇到徐雲麗多咗呢啲嘅後波成功咧，就對成隊波嘅幫助好大嘅。好貼網聚啊個波，啲觀眾都話一聲，夠氣咗張啦。楊浩，但係未打得死住，呢個進攻機會應該可以做好啲啦。但係都俾籃網球員攔起咗喎。張拿升俾阿楊浩打，楊浩右邊個直線，今日都係佢呢個直線啊，好食啲啦。不過楊浩都係咁噶啦，佢如果要逼住選擇斜線咧，佢就搓住先唔大力嘅。打呢個直線咧，佢就反為加啲少少力去打，亦都個應變幾快嚇。楊浩第一、第二局咧，就即係有時叫幾受制於對手嘅。但係去到第三局之後咧，佢揾到個攞分嗰個嘅模式啦，即係自己知道原來咁樣打先得嘅。佢雖然咧就今日得分可能咧又係冇阿黃一梅咁多，但係起碼佢變得好快啊！亦都要麥基弗咧，就小心啲自己嘅 timing。因為好多時見到麥基弗咧，就一來佢唔係好夠膽起 Q 打，二來咧好多時佢唔夠膽起 Q 打嘅原因就係佢跳起之後，發覺個波咧未落啊，未到個點，係吊住佢嚟打，即係個起跳時間咧，其實佢今日係麻麻地嘅。不過勝在停空能力夠啊，咁所以咧就唔係咁明顯掉立噶。哎呀！連李珊都失埋添。
11平手，好危險啊！打15分，唔可以再有失誤啊！其實兩邊都貝菲有走到係掩底一樣，但係其實喺呢個時候，如果拱俾四號位咧，其實有啲失策嘅。不過可能佢又覺得俾阿徐麗個位唔係好同，其實短波好啲嘅，因為你係一攻嚟嘅，集住兩個嚟攔你嘅，仲兩個不慌不忙，集到定一定嚟到攔啊楊浩，咁叫楊浩點過咧啊呢個波？可能馮坤會唔會有少少就係覺得咁關鍵嘅時間都係俾翻個經驗好啲嘅球員咯。正路嚟講係。即係應該係咁做添，咁但係今日咧，如果佢經過咗頭嗰四局咧，就應該有些少警惕嘅，因為楊浩要喺對手咧，中間位個球友走動之下去到籃網，攔得唔係幾好之下咧，佢攞分把握大啲，但係集到定一定嘅對方兩個籃網咧，佢今日好多球都過唔到嘅，其實，哇！啲人要做好啲啦，冇錯啦，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啦。其實頭先個波已經可以做呢樣嘢㗎啦，但係佢哋當然事先要俾定個手號，係咪打短波？對上嗰進攻冇做到呢個指示嘅，即係話要打翻長波。但係呢個咧就特別地喺楊浩走入去打個二號波啦。十二平手，楊浩發球，開得靚㗎，一傳麻麻㗎啦，變咗夠呢個夏里芙個扣殺都夠得靚，好球！哇！來回呢一分好重要，可以話。呢個波仲係馮坤去打添啊！咁當然馮坤係靠球能力打咗，即係頭一波知道有噶啦。但你話係咪成日都可以俾到佢打？好少，即係有啲係冇辦法之中，突然間係俾球啊！馮坤打嘅啫。咦？麥基奇出奇地喎！呢下係起 Q 打喎，所以佢肯起 Q 打，個波先有機會咧，係打到一個攔到而捉手出界。如果佢仲係搓住先，就冇呢個威力㗎啦。十三平手，美國隊哥羅福入翻嚟，換翻走十四號嘅利爾，哈里夫發球，即係話仲咬住咗啲分，好靚好靚。關鍵時刻差唔多每一隊嘅壓力就係話。第一攻一定要攞分嘅，即係個壓力係好大，唔失得嘅。尤其是俾呢啲新球員添啊，所以都要讚一讚頭先打波嘅徐雲麗。中國隊又換咗李娟入嚟啊！俾佢睇一睇啦，俾阿徐雲麗睇一睇，落到後排啦。中國隊而家去到咧就係 match point 啊，十四比十三。係咪中國矮斯士話好球就冇得走啊？即係佢啊，最近條底線嘅。哎呀，十四平手啦，又要 deuce 啦。咁啊，頭先都叫幾正路嘅發展啦，即係話由十一平開始，即係大家得一攻都攞到分，所以形成而家要打 deuce。是但一邊咧，佢一攻頭先做唔到嘅話就冇嘅。好嚟，一傳其實麻麻地嘅啦，未死啊！哎，大佬落唔到過網啊，哥羅福。所以就第四下的時候，嗰位球員都不立心都係幫過網，因為已經吹緊嘅啦。嗱，壓力其實喺美國隊度嘅，因為喺丟時之下咧，就大家當咬住想都是中國隊攞第一分先啦。即係話佢哋一攻就係唔失得嘅。哎呀，掕咗網出界啊！美國隊呢個波真係對美國隊嚟講係陰功，對中國隊嚟講有啲險勝啊！險到不得了啊！十六比十四，中國隊喺第五局就係贏咗美國隊，即係話局數贏三比二啊！中國隊喺呢一場澳門站第一場波啊，雙方真係叫贏得非常非常之險啊！不過咧就成場波嚟講，個峰迴路轉嘅程度咧都幾大下嘅。冇錯，